后。Hello。我来看我喜欢的一个东西，这是蝴蝶，走吧。先让他这样休息。其实我家非常简单，所以它这个有一点点滑是可以进去的。这回放在我家里会很好看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Nice。我在等他，哎，好难呀，好难呀，好难呀！最烦的就是这个，怎么这么多呢？一个小的黑色的，你觉得我可以把它放在？其实我想让它飞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让它飞吧，就没有让它飞行。是很难。你试了吗？要玩吗？你做一个呗，你做一个，然后你可以送给我。这个蝴蝶就算是。喵喵。哇，谢谢老师，你先试一下。好酷啊！再说，让我好开心啊！你没看我多啊？我为什么这么喜欢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蝴蝶看起来很自由，很，然后它就很好看，它就是通过了，就是你从一个正常的东西，正常的一个虫子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小的蝴蝶，它就是有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就看起来很 free， 然后就可以飞来飞去，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浪漫。In your eyes
都是过这个中国海关检疫，它就是自然的吧？对对对，放心。